说哈，灵感是设计师做创作的一个来源。那这个其实用这个概念开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系统，怎么样将灵感图跟这个布料图跟图案集合汇集在云端里面，然后利用设计的一个颜色分析关系啊，同一张简单的灵感图就可以从云端抓出所需要的一些图库里面需要的一些布样或者是图案。我创这个系统，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利用这个系统，所有学设计的朋友们都能够利用这个系统，在他们的设计上面做很协调的研发跟创造。